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精灵迅啊。将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 Switch 以及 Steam 等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啊，名字叫做《挖岛时光》啊。这是一款这个冒险探索游戏啊，你的船只因为暴风雨撞毁在一个陌生小岛上，不过岛上的居民全是各种各样的青蛙，玩家需要探索小岛，结交原住民青蛙们，通过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来收集自己需要的物品，修理好自己的船只。游戏中还可以通过捕鱼和公众发现新物品和合成物品。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画风很清新的冒险探索游戏吧。这个画风感觉很可爱啊，就很小清新的感觉。这是我们昏倒的我们是吗？戴着一个帽子，水手的帽子。哦，船上的东西有没有丢啊？坏了，船上的货物是不是都丢了？哦，在这儿好像是吧？是找这盆植物吗？好，哎，这里好像有一个画画的青蛙，啊，可以我们控制了啊。这提示是什么 ？Y 键。哦，可以捡东西啊，可以给它放下。这个青蛙在这儿干嘛呀？哦，这青蛙怎么长这么高啊？丹布。啊。Minambla。Yabo de Tambo。那不就在我们面前吗？但是没有文字的是吧？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去找一个酒，我们去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上不去啊？哦，可以跳。哎，等会儿，如果可以跳的话，那我们直接跳上去不就？哦，跳不上去好像。它这可以给我们垫脚吗？哦，好像可以。但是好像高度不够哦，要让我们给他找这个是吧？这个酒他刚刚好像想让我们给他，是吧？这个是你要的吧，酒。哦，然后他就帮我们把这个花给拿下来。哎，你怎么直接给我们把这个给摔下来了？哎，再见。要放到我们的船上是吧？哎，我们的船都已经毁了，你还要放船上干嘛？好，放上去了，然后呢？海滩好像还少了这个船帆是吧？这个东西是啥呀？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帆是坏的。那我们应该是要去找船帆。这是什么？这里好像还有蜜蜂。我靠，坏了坏了，给它放下吧。哎呦，别咬我。它好像没有文字啊，这个游戏是吧？就全靠这个图形来沟通。那我们去找找啊，应该是要让我们修复这个船。怎么感觉附近都没什么人呢？哎，那上边好像有个，那是一个什么？这是啥呀？这个宝石居然不能捡？这是什么？每块石头上都有一个紫色的，这是啥？乌罗纳。
绳子，绳子要跟这个结合在一起。哦，这不是有绳子吗？绳子，感叹号，这不是在这儿吗？这是什么？他为什么把绳子都给绞断了呢？他需要一个羽毛，那我要给他找一个羽毛，对不对？他好像羽毛蜘蛛，啊，有点难猜啊，这个全程你都得猜是什么意思，是吧？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吗？看一下，我们要去找一个什么羽毛，这是个什么？感觉像是一个什么机器，然后需要一个绳子，然后绳子呢就需要我们去找一个羽毛。现在看一下哪里能找到羽毛啊？这个大青蛙，这是蘑菇吧？这是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拿不了。跳的还挺高，感觉它。这面是什么地方呢？这里盖着锯木头。木头，然后呢，可以做这个。锯了木头之后，可以做一个桥，是吧？它这个意思就是。完了，感觉这意思全都得靠猜啊，有点难受。这里可以进去吗？进不去啊。这有一个打铁的老哥，笑容满面啊。哦，他直接用嘴来给这个呼气啊。哎，我们拿了他一块砖，可以干嘛呀？好像也不能干嘛，我为什么要偷人家砖呀？这不会要打我吧？我接下来要去哪儿呢？说要找一个羽毛。哎呦，想睡觉了。船上的帆，然后生火。生火的话，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蜡烛吧？或者这个点火的东西，是说晚上天黑了，我们要先回船上去吗？需要搞一个蜘蛛哦，羽毛。卢宝，什么意思嘞？蓝度，需要这个蜘蛛是吧？啊？一封信给了我们，让我们给这个青蛙。啊，要让我们去给他送信。这个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在那个醒过来的那个地方遇到的那个青蛙呀？绿色的那个。然后我们帮他送信完了之后，应该就可以帮我们解锁，估计是。走，我们回去看看啊。你这长途跋涉，来这儿干苦力了是吧？这个信封你看还一直往外冒小红心，好可爱。这是一封情书吧？好像走错了是不是？好像走错了呀，这里怎么好像没桥啊？往下走走，顺这儿走，应该是从这儿过去。哎，我刚是从这儿过来的吧？我已经忘记了。哎呦，我这个路痴没救了。哎，好像不在了，那人回家睡觉了吗？好像不在了。完了，那个信好像掉进去了，这怎么办？我这个任务不会完成不了了吧？需要一个帆布，需要绳子，需要这个船舵，需要木板。可以睡在哪儿睡觉呀？把木板给拿过来。
木板还可以装上去的。咦，我们之前拿过来那块木板呢？就这么不见了？哦，在这儿。好了，这个是不是我们睡觉了的呀？感觉这像是个船铺，床铺。但是我们现在好像生不了火，所以是不是没有地方可以那个？青蛙跳跳。我们去哪儿睡觉呢？我想知道。这些青蛙们好像都回家了，你看都不出来了。哎呦，我这个信封掉进去了，可怎么办啊？这不会待会儿卡 bug 吧？一直困，想睡觉，需要这个篝火。哪里有篝火呢？这里有木板，把这个也拿回去。是这么搞不？怎么感觉这个开场没什么引导啊？就不知道该怎么玩。然后人人都是谜语人，这有点难受的，有点难受。哎，这里有个小螃蟹，等会儿过来把这个螃蟹给抓了。这还需要木板吗？好像是不是不需要了？好像木板已经不需要了。然后这面我们好像需要生火，这是什么？这感觉好像就是生火的。这儿建一个生火的是吧？那怎么点火呢？哦，然后睡觉是吧？就在这儿。花我们已经找到了。哦，把床铺给拿过来是吧？哎，放错地方了。好，放下啊，可以在这儿睡觉了是吧？把这个花给拿过来，这个绿植是干嘛的呀？感觉它好宝贵的样子。哎，不服气。睡觉吧。哦哦，要把这个花放在这儿是吧？把绿植放在这儿 ，OK。睡觉。哎呦，你说你这人是不是强迫症啊？在做梦是吗？怎么还有个妹子出来了？两个人在这儿走。OK， 好像过了一晚上了啊，我们可以开始新的探索了。哦，这个绿青蛙出现了，但是我那封信好像卡在那儿了，怎么办啊？别玩路，在这画什么？玩路呢？你知道哪里有船帆吗？嗯，哪里？找一个，这是什么蜗牛？哎呀，怎么办啊？我那封信拿啊，好像可以拿出来。哦，拿出来了。哦吼吼，给你的，有人给你寄的情书，是你的吧？哎，果然，他给了我个什么？啊，一封回信。我们回去给那个看守啊，看一下那个看守会给我们什么东西。
哎呦，这个跑路有点麻烦的哦。地图这么大，我还得一直在这儿跑。后面我们应该可以在里边建造东西吧？哎，是往哪儿走啊？我差点迷路了。哦，好像是在这儿，对吧？在这儿。哎呦，出来这么多青蛙呀，你们！啊，在这儿。哎，好像。啊，给你的信。开心吗？开心了哦。不给我个礼物啊？你怎么就走了？哦，他走了，给我们把路给让出来了，是吧？等会儿，等会儿，你别跑，你别跑，我要找你啊！好像不太对。巴布呢？这是他们的狗是吗？好像不太对。那这现在我们就可以往那儿走了，去找一下那个蜘蛛。哦，在这儿，蜘蛛。蜘蛛在这儿还躺在躺椅上，你还挺悠闲嘛。哎，我要一个羽毛，可以给我吧？你看它头上这不就戴着吗？让我给它找一个，这是个什么？一个葱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一个花，还有下雨。哇，真的谜语人啊，这游戏啊！这里好像可以战斗是吗？这是什么？怎么头掉下来了？坏了，我给人家把这个给破坏了，这可以吗？完了，赶紧溜吧，把人家家给拆了。来吧喽。他好像在找轮子，紫色的青蛙，戴眼镜的这个是什么？让我们去找一个宠物，对吗？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这里是啥？这好像是酒馆，耶！我们是要来喝。你怎么老是想偷东西啊？来了，想喝酒。红色，需要这个冰花、雪花。这是什么？需要一种植物才能给我们。雪山。我靠，这有点难懂啊。它好多个任务感觉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就需要完成很多任务来收集这个素材。这里是往哪儿走啊？上面好像是生火的地方。这里是，你说我们要修一个船多不容易啊，你需要找这么多素材。这里感觉是可以收，哎，这里有个绳子，感觉之后如果有道具的话，应该可以从这儿经过啊。这边有什么呢？就好多个蘑菇，但这个蘑菇好像没啥用，主要我们也吃不了。这上边有啥呢？我们来看看，有那个人让我们找的植物吗？他让我们敲响一个铃，一个钟。哪儿啊？它这里好像也可以生火。我靠，这里好像可以跳下去。这地图还挺大呀，我的妈！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小岛，没想到这个岛这么大。这里有棵树，我们要找的那个植物是在哪儿呀？关键是，这都得让我们绕一圈。哎，上边好像是雪山哎，
你们这儿一个这个东西居然还有昼夜变化，不是昼夜，气候季节变化是吧？你说我穿成这样子在这儿不会挨冻吗？这里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是不是会冻死啊？这是什么？我好像动不了。什么鬼嘛！这里这个是啥呀？干嘛？你女朋友又不理你了？是吧？你就是喜欢人家，喜欢人家那个艺术家没那个青蛙。我再给你们做个媒呗。姐，他喜欢你啊。なんでろ。ビオネラ。レパンド。他要的这个虫子在哪里哟？有好多小螃蟹哦。主要是我抓了螃蟹，也不知道给谁。现在是。他这个游戏要探索的东西太多了。这里是什么？你看这里还有贝壳，感觉这个游戏其实更像个解谜游戏哦。然后探索这个小岛，然后要找到每个人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从这儿跳上去是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哎呦，好像又要晚上了是吧？要睡觉了。哎，这里这是，还在找一个望远镜。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啊，戴眼镜的这个。马路的。他需要一个望远镜，是吧？我们把它拿出来。啊，给你啊！你给我们什么那个反馈呢？耶！你怎么不给我们奖励你就自己走了？他在这儿能看到啥呀？哦，那边还有岛屿啊。这是，你别傻笑啊，你给我东西啊。就是说这面还可以过去是吧？哦，这个地方还挺大，这个小岛真的蛮大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一开始来过？嗯，对，一开始那个绳子我们还没找到呢。这里有鱼，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是不是可以来偷人家的鱼啊？哦，好像不行，好像需要羽毛。绳子，那个羽毛，哎，我们要找东西太多了，又到晚上了，要睡觉了，待会儿。往这儿走一走啊，大家好像都回家了。一个剧，这个剧可以干嘛呀？可以割树，好像可以加工什么东西。这里应该不能下吧？这里哦，这里好像，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待会儿要在这里建桥，然后才能过去。啊，大姐，别回家！哎呀，我操，他怎么也回去了？块铁砖，哇，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炼砖啊？是那个铁匠的。这里关键我也进不去，好像。这好像是个教堂。我在哪儿睡觉呢？这
拉达文巴布，让我们去找一个戴眼镜的。这玩意儿到底在哪儿啊？我觉得急性子玩这个游戏能急死，这游戏实在是太慢节奏了。对吧，晚上应该还要点火。我们在哪儿睡觉呢？这边好像有，我记得。好，没有。哎，我记得刚刚在这儿好像有一个点火的地方。哎呦，困了。困了。那我们直接从那儿跳下去吧，就可以快点回去，对吧？哦。这个敲钟是什么意思？这哦，可以在这儿睡，好像可以在这儿睡。搞一个篝火，对吧？啊，好，在这儿睡会儿吧。哎呀，不容易啊，四处为家是吧？我靠，都已经快玩了半个小时了。居然还啥都没找到，这都是好像以前的回忆啊，是他跟他的这个妹子，不知道是他姐姐还是他喜欢的人，应该是他喜欢的人吧，他们一起坐了那艘船，所以那艘船应该对他意义很重要啊，所以他才要好好的去修它。哦呦，下雨了，今天下雨好像会发生些什么，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刚刚的一个任务里边有一个是说下雨的时候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哎呦，直接啊，这个不对，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刚刚之前有一个人让我们找的那个东西，谁拿呢？看一下，他让我们找啥呢？一个戒指，玉宝石的戒指。这里有个轮子，这些小青蛙一样的啊，这应该就是他们的孩子。我刚才想说这些是啥，想起来这是蝌蚪。看看他要啥呀？啊，他好像啥也不要。你需要啥呢？酒杯、啤酒、冰的啤酒。哦哟。这我们有点难以满足你们，他们俩为什么跟着我呀？有点奇怪。哦，怎么没有出啤酒啊？是因为资源不够是吧？这里没有产出来啤酒，好像是需要什么冰块。下雨的话，这里能探索到什么东西啊？那个锯。哦哦，他需要他的锯。这个我知道在哪儿啊，我给你去找。不是你自己扔在那个森林里的吗？应该就在这儿吧，那个锯。哎呦，我都迷路了，要被搞的。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丢到河里去，扔下去？好像也没发生啥呀。这是干嘛的？下雨天这里结出了一朵花。哦，哎，它的锯好像刚刚就在这儿呀，为什么不见了呀？消失了。这个东西可以给谁啊？看一下他要啥。哦，这个还会飞的，社交达人。他是需要一个什么？一个鸟，一个衣服。哦，这不在这儿吗？是让我们拿这个是吧？哦，是让我们找到那个鸟头一样的，就是放到这个木头人的身上。
大家哪里有啊？这里有个玻璃瓶。哎呦，他家里种了很多这种果子，他应该就是想搞木头人，就是驱散那些来吃东西的。这哪有呀？关键是，哦，我们不会又回到起点了吧？哎，是这个吗？好像是这个，正好三个，是不是这个？啊，好像啊，好像不是。我放到这个里边试试。不对呀。这不对劲儿啊！贝壳、海星，这海星不知道之后有没有用，给它扔这儿。这是什么贝壳？给它放这儿。哎，这是啥？这是什么？这是，哎，我怎么好像卡住了？哦，好像有些地方会用到。你看，我们举起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提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应该就是货物。这家伙下雨天还在这画呀。这个虫子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你还在这儿犯花痴？这个蓝色的虫子在哪儿啊？能不能赶紧出来一下？是不是在海边啊？应该。好像没石头了，不对，不在这边。我这一天都在这转悠啥呀？啥也没找到，他们想让我找的我一个也没找到，哭了呀。哎，这大叶子是有什么用啊？感觉应该也是一个采集品，关键它这个东西吧，你没法携带，你必须就是找到一个你需要的，然后拿给那个任务的那个人，然后你才能去搬下一个东西，要不然你这些东西是搬不走的。这里，这还真没什么，看一下这个，这家伙。这是什么？一个灯泡。这个帐篷可以进吗？进不去。这个东西，这个灰色的这个窝，像窝一样的，不知道是啥啊。这里我怎么过来？啊，这是木头人那里。哎呀，对哦，这个木头人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哎，我们摘个果子，给这个小红吃一下。哎，怎么拿不到了？好像。太高了，红，这是一个红绿，还有一个蓝色的，对吧？三原色，
这三个小家伙好像都经常跟着我跑，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你看这个店铺这还没开呢，他要找的这个是啥呀？他在这哭，他们好像是不是孩子走丢了呀？这个嘞，冰咖啡。这小岛上的人都不会说话，这有点难受啊。我到底去哪儿找啊？这个教堂能进去吗？这教堂关键是好像还进不去。这门口这两个人还在这儿演奏东西，感觉像是。哦，这个小蜘蛛还在这儿躺着，他是要找个什么？嘿，贝多。下雨天的这个花。没看到呀，踩他一脚好不好？哦，是不是？不是这儿，哎，那个之前掉的那个头呢？哦，在这儿。应该是要把这个头给那面那个阿姨是吧？他那边一开始不是有三个那个稻草人吗？是不是就从这儿拿一个过去？看一下，好像就在这附近。怎么感觉天又要黑了？哎，我走错了吗？那个农场呢？在这儿，哎，这里有一个吃剩的苹果，好像是有什么虫子。啊，这里我好像没来过哎，这里是哪里啊？这里好像有花，你看那个标志啊。是不是在这里有花？啊，果然，这就是那个小蜘蛛让我们找的吧？就是这个，我给它拿过去啊。小蜘蛛，等我。这个路真的是得自己探索啊，全得靠自己找，要不然真的不知道往哪儿走。哦，它其实路牌上有显示啊，但这个路牌真的看不太懂，说实话。哎，小蜘蛛嘞？嗯，我怎么又找不到小蜘蛛在哪儿？好像他是卖轮子的啊！小蜘蛛走了，这你妈咋办啊？那只能等明天天亮了呗，对吧？那我们现在得去找个有篝火的地方。哦，这个人好像还在找孩子，有点可怜。他们的孩子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里好像可以生火，对不对？不对，这里好像生不了火。哦，是不是得回去啊？哦，有点麻烦呢。哎，这里好像这个锯在这儿。那个人之前不是找这个锯吗？我应该把这个锯给他送过去。OK 啊，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试玩到这里啊。今天给大家试玩的游戏是这个一款叫做挖岛时光的游戏啊，然后冒险探索游戏，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游戏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 Switch 以及 Steam 等平台啊，支持中文。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的林迅啊。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